妈妈们呀，快别抱怨孩子了，牛顿呢，投胎到你家也没用，孩子刚在苹果树下躺下，你就会说，快，赶紧回屋做题去。瓦特投胎到你家也没用，孩子刚看到水壶盖顶起来，你就会说，快点儿，离水壶远点儿，别烫着。达芬奇投胎到你家也没用，孩子刚画了几天的鸡蛋，你就会说，整天就会画个破鸡蛋，有啥用？阿基米德投胎到你家也没用，孩子刚在浴缸里躺下，你就会说，洗个澡也磨磨蹭蹭的，你还能干个啥？你还能干个啥？